欢迎来到的闽南通天下，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您准时的每礼拜六暗暝的六点来收看我闽南通节目。我是丹心，非常欢喜啊，又搁甲大家来见面啦。那即阵啊，伫咱的身躯边，真侪老行业已经运啊无去啊，就那亲像丹心即阵手当中啊，提一只真古锥的这小萝莉。因咧看起来非常的精美，而且是非常有这款艺术感。那这是用蛇来做的，所以这个小萝莉手工艺人现主持就伫淡星新后的这栋厝内底。今仔日啊，就要带大家到店来去探寻这门古乐技艺。李先，哎，你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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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林姐，林姐，嗯。您全是在做什么啊？做虾。哦。你做个盘。做盘。嗯。干个盘。哦，恁这个小萝莉。嗯。这也是您做的，是不是？是啊。在东湾区上桥村联络里十二号的三层的古厝，是郑天树的下雕工作室。郑天树为十岁开始，就是为着泉州传统拍虾技艺影响。一直对下雕技艺有特殊的兴趣。闽南的下雕在明代就较欢迎，当时在闽南一寡所在形成专门做拍下生产的拍下行、拍下街。到了顶世纪七十年代中期以后，手工下器具有闽南好代替。原来拍下的师傅拢纷纷归行，即阵只剩下来真少拍下艺人。第三户讲啊，要做安尼一只小萝莉啊，嘛得经过十几道的这工序。那头一个工序就得为这个小萝莉设计图，就那亲像单身就手当中摕一张设计图同款。那扫落来，搁着经过什么工序嘞？咱家这第三户来请教一下。丁先生你好，嘿，这个小萝莉吼扫落来，为了这设计图要扫来，要怎该做成这个形嘞？哦啊，咱都来就是得该。用传统的石墨，咱来刻毛骨，啊，这就是传统的石墨。伊这因为这款甲石头的性质差不多，但是伊是耐高温的，啊，耐高温，啊，手会乌，会乌吼，注意手会乌的，手会乌。哦，我看到就那亲像这个形是不是？咱把这个萝莉形刻在这个板顶面。对。那这也是咱手工刻的嘛？手工刻的，同埋用手工的方式，我再刻多刻，同埋用手工刻的。哦，啊，这个是萝莉的这款，顶头这个。顶头刻，顶头伊两个合毛，唔好，两个合起，合毛关在住在伊就是会变。变做这个。对。那把这个虾膏时阵倒入来对了。对。成功了，唔是真悬，因为有时阵住在有沙孔，然后有气孔安尼，所以讲像成功了，唔是真悬。伊这道也是安尼，也是呢合起，合无，安尼合起来住在。是，那首先就是这刻。首先就安尼刻，啊，你着注意，因为刻，咱着将这个图先画着写落去吼，啊，两道着对起，着对起准。对伊准，咱只着做记号，然后做一个记号，然后做记号。哦，一个刻的时阵着做记号。做记号，安尼咱到时要煮糊的时阵，这个记号着安尼对对好势，落来安尼煮着，才袂歪个。安尼刻一个模，大概着偌久的时间？刻这个安尼刻，大概着两日外吧。两日外，搁有法通刻出来。哦。而且你要注意，你含只好刻歹个，伊无法通包啊。在创业初期，夫妻两个人一日到暗，拢在研究下雕工艺。做了两三个月，因的第一个作品是一个雕。啊，我阵时做一种哦下一种哦，叫器皿嘛，啊想讲想嘛自己该提升，啊做一寡工艺品，啊咧想讲想要做啥，那做人物嘛，甲动物会感觉较复杂。较难，所以阮就咧想讲，啊，要先做一个植物，啊，所以阮先做的是一个许一棵蝶，叫做节节高升。啊，迄时阮了希望讲，阮后摆写掉清洁的作品，节节高升安尼上，一年比一年较好。啊，阮迄阵当初咧做这个作品的时阵，咱虽然常常看到蝶哦，啊，不过唔知影迄蝶迄许迄个是怎样生许出来，怎样接触的哦，迄个枝怎样表现。
啊，迄阵我甲阮天使啊，甲阮翁两个做木头，搁去甲东湾奶花，去伊讲去路去看看，听去错一张直断，啊，倒来桥，阮来再慢慢来研究。下雕的制作选材真重要，下的深度直接决定下起的美观跟内容的程度。下雕工艺品主要是以深度为99.9%以上的下定为原材料。这是一门古老的手工艺，为什么会出现百年抗悲？这是一只可爱的小萝莉，竟然会当引起真大的轰动。古老的手工艺安怎活伫即阵，又搁安怎传承创新？拜六暗暝六点，厦门卫视万南通为您讲下雕夫妻甲下雕的真缘。我这个虾真嫩的，你知不知道？你嘛有法通安尼熬，你去熬看卖咧，看。真实的吗？虾。摕一手当中，还是有什么分量吼？我试看卖。我力是不是变得遐尼啊大？真实的观众朋友，像这个虾吼，开始伊的这个软度是非常的好诶吼。查某囡仔的咱嘛有法通甲伊创软去。那这阵咱是要甲伊？要甲伊养成爱。哦，要甲伊养成爱。好好。那咧煮汤诶，咱用啥啊？嗯，这无分。那你即个温度是有到200几度？有200，正常食诶浓点就是231度咧。啊，我这个无贵，生浸，我着烘烘烧咧，煮无正好煮咧。这是松茸哈，就松茸小加烘咧，安出来没有沙孔，较无沙孔。就等你打。成功率不是很高，伊这八步无出吼。那这虾吼，伊经过高温的烧，伊有这个氧化层出来，然后这氧化层拢是袂用的，到时就好变。哇，一般做几个才有法人出来一个会用的新品？这个无一定啦。那这款是不是要看运气啊？靠经验啦，看经验，嘿啊，经验最关键。像这款的，伊相对较高，伊熬成功了吗？这个成功，嗯，伊相对较高，较好管。那像咱你一套蘑菇的，应该用偌久？蘑菇袂歹，这蘑菇做准备咧用，惊孙也无怕臭的，拢会用的。蘑菇伊这个是用咱用手工切来，袂歹，真耐用诶。夫妻两个全心诶研究下雕技艺，毋过一个现实诶情况却摆伫因面头前。为2007年到2010年，两个人无卖出过一件作品，李天师不得不兼职运送煤气罐。迄阵迄个特性做起来，做真侪个大件诶种个下雕诶工艺品。主要阮是讲嘛，做安尼，迄个技艺开提升，啊，做真侪起来就是影无找无市场，啊，定下几日就是无啥物，两个总无咧上班啊嘛，啊，天使啊才去共送门去，啊，共送门去安尼拍电话来送者，啊，送过后两个才让阮来搁开始研究，啊，研究才有3-4、4-5件大件，啊，毋过一件也袂，啊，就是也袂错，啊，阮来。厝边啊，遐亲戚啊，伯啊，就讲啊，伊讲啊，两个人去上班，啊，规日直直做做遐，你送人人无人要滴。迄阵阮咧送迄个咱东湾迄公园有一个烧烤哦，迄个是阮送回去第一大是一个，敢若讲算客户，一个月会用互阮查，通看有
四五百、五六百嘛。啊，因毕竟伊是一个大大客人嘛，啊，真侪人去抢香哩。啊，阮是较先生较伫咧咧做研究写料嘛，较无像人安种安尼专业去咧走煤气的，诶，种许去走煤气的生意，无去甲遐迄个客户去接高好关系。啊，就是迄阵有一日，种伊伊讲讲伊毋互阮送啊，啊，阮种哩真安尼大。台湾因为三一个卡，就你会较艰苦讲，啊，一个你无四五百万赚啊，我嘛知，这是诚实的。哎，阮大大就是一几个卡台，你三样你真艰苦啊。想讲啊，无咧两个也无咧上班啦，规日无去上班，啊，四五百无啊，一个你才千外块、千七、千八啊，嗯，减一半啊，专心做写雕，讲话通够甲人弄起来，我也是。对啊，你翕面向安尼，我就有印象。对啊，你直直的向我妈叫食糜啊，大家无意无意，就食糜咯，也看不怎样。面对一位人的质疑，两个人非常的艰苦。甲闽南地区无相，为同我团结起的社雕，在台湾非常的流行，活动做第高档的礼品。一台湾社雕工艺大师陈万林的组织，大大好是同我。这让两个人真大信心。顾强的陈天师相信，因的付出一定会看到成果。李先生，你这阵这道功夫是什么呢？这道就是咱念命咧灌起来，灌起来，伊这个头咱是唔免用的，这个头通看伊个加起来，嗯，安尼个，安尼，对起阵吼，无唔通个加来再加坏，来对起阵加起来。嗯，你要试加这个无？好，我试看卖。好，对一阵。好，安尼睇起来。嗯嗯。了。对一阵。安尼好。好，应该好。哎。好。安尼有标准无？有。哇。啊，那是你这个去加了，这个可能较歹加，这个较高。嗯，我试看卖。安尼好。哦，这个因为较高，所以真正的硬力，这个较吃力。嗯。我呢，阿英啊吼，那有淡薄啊，等下再。等下就是，你看我这阵要开咧错啦，就是安尼。哦，该脆好甜。哎呀，脆好甜。哦。哦。那剩这个阿英的错诶。啊！你安尼错了，你就看，你就摕到个伊才会。哦，就可以安尼合起来。我这袂教，安尼我这要。就伫夫妻两个人第一失志的时阵，代志伫2010年的寒冷有了转机。因为阮有听人讲，做阮这种物件为虾米卖袂出，就是第一个无知名度，找无一个适合的客人。啊，所以阮就知影讲，要去找嘛，去怎样讲评比，会到一种个奖状嘛，再安尼个收藏品才有价，有伊个提升伊个价值。啊，阮有这个门路，有听到听人讲，要去参展，再去会用个去评比个。啊，阮就家己迄阵开3000多块嘛，去普产去参加迄个普产个工艺百花展。啊，去参加个时阵，阮摆一个摊位摆了啊，大件，这大件的写掉搁寄去，啊是也无卖，啊是摆刚两翕相，啊是搁无卖。啊，不过我迄摆运气较好，啊是阮的作品啊是互专家肯定嘛，去，啊伊可能甲阮迄个评到一个哟百花奖铜奖，这是阮第一个奖状。2010，阮一个哟参加文博会嘛，啊下面文博会啊个展览的时阵，有咱厦门的蒲公英的主持，伊甲阮买一堆哟莲花摆饰，啊，搁一对贺西灯，这两项7000块，还是去年第一摆卖的钢大件钢的片的第一摆卖出的。这几年以来，夫妻两个人参加真侪展览，因的出现和真侪人想袂到，刷来媒体宣传报道，佮确实和夫妻两个人有淡薄名气啊。不过很失望的是，因的作品也是无人来买。2009年甲2011年的时阵，这几年中间，阮也是啊一件物件无卖出，啊，阮厝边在讲，
啊，恁着有淡薄仔有迄个有名声，有出名啊，啊，物件做敢虽然大家来政府跟恁关心嘛，啊，搁一件无卖错，那么阮早都卖赚到真好，卖到真好啊。我听下就感觉讲，阮这物件虽然阮准卖啊无，啊无卖错，不过那阮搁坚持了，早晚一日一定会让人会受欢迎的。啊，这个日子，予阮第一空。2013年就是台湾独立啊。那比如讲退火了以后，所来迄个工作是啥物咧？退了后，咱是毋是有这个臭豆的粉伫遮着？是。哦，咱遮着甲刮起。遮呢，咱遮看着，毋免刮，但是你这表面这个着刮起。哦，这有这个刮痕着，哦。嗯，创坏筋骨是不是？创坏筋骨对。嗯。纯粹即平常时受伤啊，是真正常的。真正常啊，哼！我专职咧创一个药箱，小药箱，咧应付的。我看他筋骨了。嗯嗯，是。那刷了来咧？刷就是咧卡型。卡型是用这个吗？卡型就用这个，用这个胶水也会用，咱擦腿也会用擦腿。哦。嗯。啊，卡型。嗯。因为咱这阵安尼吼，那安尼背起来，蜗牛是拄啊，这个头是淡落的对吗？嗯，安尼淡落的嘛吼，啊，咱蜗牛啊头啊。头就立起来，嘿嘿嘿。是。安尼卡。哦。食的因为嫩嘛，啊嫩伊安尼唔在会卡型的，啊啊安尼看，嗯，啊伊阵就是讲咱食袂咸嘛，哈，咱落下一步就是要做个咸咸食。哦。现做是夫妻两个人的作品，真类怎样？有大件射雕工艺品经验，邓秀平，也佮有细件射雕挂位、地鼓影片等等。后来应一家装饰公司的要求，做出一批装饰用品。其中的这只小萝莉，在随后的一摆展会顶面非常的受欢迎。2013年哦，2013年的时阵，阮带真侪这种不的这种哟吸气剂，哟吸灯啊、吸烛台，而且想要去参加迄厦门的迄国际佛事展，阮每一个摊位摆个真侪叫吸气剂，啊想带。迄只蜗牛个大个，无想到后边遐佛子遐大件，这吸气剂无一个买，就大家看到迄只蜗牛，大家买迄只蜗牛。这只细细萝莉当初是作为摆设，伊是伫什么款的机缘下面变做插香的器具呢？就是阮较早的时阵，有一个同学，初中的同学，伊带因一个朋友来，一个咧家修一个射雕，用哩射雕技术。啊，有一日咧，嘻嘻的讲哦，伊讲，哎，恁有一只迄蜗牛哦，迄只蜗牛遮尼真水，啊，迄只蜗牛相差是价钱怎样？啊，迄阵我听着，我感觉真奇怪，讲，阮迄个只是一个摆设的尔哦，也毋是迄相差，用真简单啊，你后壁拍一个空，会插点香的，迄就是相差。啊，阮就是去摆迄个同学甲阮提，阮阵迄只蜗牛要带去佛寺展去，啊。从中才发现讲，哟，咱这个社来做这个小文创是真受大家欢迎的，所以就是迄摆开始才开始找条社，这个传统的技艺来安尼找一条出路，就做一些小文创。咱即摆是要甲落来身躯甲伊壳合起来。嗯，对，啊，咱最后就是就开始就甲焊接，哈。因为咱着戴手套，无会真烧。嗯。要对伊准，对伊好势。先固定咧吼，啊先固定咧，咱即阵也毋着吼，啊再是再焊。是稳淡薄啊，这款下来去甲因接起来。嗯，对，嗯，安尼就好势啊，吼，真烧唔茫退，即阵啊真烧，嗯，啊这部，搁焊接这部就好势啊，嗯。那
那要怎样甲伊刻做金色个咧？我这個金是叫做98K金，98金啊，是正金箔的，伊来拍，直直拍布出来。啊，咱这就擦一点加差不多半日左右加啦，打啦哈，咱先擦加啦，半日左右打啦，咱才安尼。来包起来。这个弄安尼起，啊。哦。啊，伊就变金色的。是。变金色的。嗯。哦，伊竹帘里帘呢，包掉。哇。那你这布料也算是完成了吧？这布料，再擦一根薄荷油。哇。所以真是最后完成了。朋友朋友，恁看，这真简单的一只小螺嘞，可能恁妈讲遐尔细只物件，可能做起来无遐复杂吧。不过真正吼去做落去，你才知影，确实是需要真多经验，需要真多时间，还佫要付出真多，你想象袂到的。比如讲，有的时阵会有失败，那有的时阵大好做出来有成功，再当做成安尼一个成品。所以我确实是非常的佩服这个手工艺人，因有花遐尔多的耐心来去完成安尼一件代志。做一只亲像拄食迄款碎碎螺嘞，我感觉讲已经足无简单啦。不过看到这款大件的这工艺品，我感觉哇！之前我实在是太崇拜你啊！做安尼一生得偌久的时间呢？做安尼，阮阿母啊两个做可能半年了。六个月左右安尼。你感觉讲做安尼大件的第一困难是啥物？首先，因为咱你连庙试过，伊这个下的是真软的物件，所以讲我内面啊全部咧拍钢筋了。啊，拍滚滚，因为无你这固定着吼，无伊这脚徛袂着，啊，徛会弯来吼。对。第二就是讲，咱因为这石的物件，唔是讲咱土的物件，讲雕咱看袂爽，啊，佫是雕袂好势，咱无法着继续再雕。像这个头皮，我过两礼拜，啊，就这些过两礼拜，啊，因为就是讲咱。雕出来效果无好吼，啊，佫是讲啊，咱因为着经过刷纸咧洗吼，啊，佫一种草咧洗，所以着效果无好，咱就用咱连面咧焊焊红落迄个电炉铁吼，咱个磨起来重新再搓重新再刻。你看这头皮啊，做啊足幼弱诶，啊，佮有伊目睭边头即块皮啊是。这全部先都刻起，咱刻多了就刻起。太不容易啊！是，其实咱知影这金属啊是一款看起来吼，那有真冰真硬的物件。不过伊有法人安尼做安尼真有性命的，安尼一件艺术品，我感觉讲是作者下伫身躯顶的所有时间，还有心力，才会当人会变成安尼一件遐尼有灵魂的艺术品。观众朋友，在这只小螺的身躯顶，咱当然看到传统甲创新，同时嘛，当然感受到这地仙夫妻对下吊坚持也够热爱。其实，咱真是非常佩服这手工艺人的，因为我感觉因拢有这螺的精神，因总是当然非常耐心，而且应该心静落来，一步一步真踏实的走向自己的目标。所以我感觉，定做了这个作品以后，最后看到这成品。已经是上欢喜的，因为也感觉讲所有辛苦甲付出拢是值得。好，观众朋友，这期的闽南通节目就为大家播送到这。如果您对阮的暖宝有甚款意见或者是建议，欢迎您卡阮暖宝热线或者是关注单身的微博。咱下礼拜六暗暝六点继续续约闽南通节目。现主持的罗刚哥。车甲人真多，以前的路工花老力滚滚，这一千多米的路工道下面有着偌侪古码头，这消失的古码头经历安怎的沧桑，还有记忆当中的码头小姐味素是不是甲以前同款？请想看12月5号拜六暗暝6点，闽南通听码头讲以前的故事。